喝咖啡到底有什么优点？就是有一个礼拜，就是我便秘嘛，然后因为是、便秘是没办法，但是因为那个要考试，就期中考，就很紧张。对，就后来我那天要考试前一天，然后我喝了一杯咖啡，哦，整个很顺畅。顺畅。有时候你紧张，就是在考试状况，不是会需要放松吗？那一杯咖啡就让我想到，哎、欸，也许是巴黎的香榭大道，真的，我就来了，对，就那种感觉。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，请锁定 UDN TV 健康日记。